吃饭，溏心蛋，肘子，脆爽黄瓜皮，外婆菜，秋葵，霉豆腐。简简单单吃点，这个肘子都脱骨了。吃饭，吃个脆爽黄瓜皮，配个包子。
这个黄瓜皮就吃起来的口感是脆的，口感特别好，吃起来很爽口。配什么来吃都好吃。只有一丢丢的辣，而且它是低盐的，空口都可以吃，空口吃都不会觉得它咸。有时候我嘴里没味儿，我就喜欢吃点这个，空口吃。去拍瓜视频左下方，拍一单尝一尝，拍两瓶的更划算。吃饭，今天吃个螺蛳粉，配个大肠头。Heweifang的螺蛳粉活动来了，本来一单是给我们发八包，现在一单给我们到手九包，然后再给我们加送一个碗一个勺子。我这是一包的量，这里面是只有这一个大肠头，别的全是这里面自带的酸笋啊、腐竹啊、花生米。这个螺蛳粉的味道就很正宗。晚上饿了不知道做啥饭呢，就点夜宵，你要点外卖你要等着，姐妹们煮一包螺蛳粉。正宗柳州螺蛳粉，厂家直接给我们发。Thank you.
口味淡一点就拍经典款的，如果你口味重的话你可以拍那个加麻加辣的。您看它这个汤很浓的，底下的料也很多。今天吃这个贝贝南瓜，这个贝贝南瓜姐妹们你们都可以去拍，给小孩子做个辅食呀，我们就是减脂期的呀，就是都可以当一个早餐。很沙很面，还有还很甜。沙沙的，这个皮儿也是可以吃的，它这个皮儿就吃起来就还可香呢，薄薄的。是不是我们在线下买那个贝贝南瓜就很贵，有的还买不到，就是那种正宗的，我们这个是正宗的，姐妹们，很正宗，我都不知道咋说了，讲不好了。沙沙的甜甜的，就是这个南瓜本身的甜度，你吃这个，这属于粗粮，不管是老人吃呀，叔叔阿姨呀，还是咱们就是说减脂的当个早餐呀，还是说给小孩子给宝宝做个辅食呀，都很合适这个南瓜。可以烤着吃，也可以蒸着吃，也可以做稀饭。我们这边就我儿子早上喜欢喝那个稀饭，有时候放点这个南瓜就很好吃。有时候你做点那个稀饭它没味儿，放点这个南瓜就有味道，就喝起来就很香的那种。我这里是一个啊，从我刚才展示的那个，19.9，给我们19.9给我们发4.5斤到5斤，4到8个果。你的果大一点，就数量就少一点，然后果小一点，你的就多一点。把那些蛋糕什么的都戒掉，吃这个南瓜。你看它的皮有多薄，再配粥喝，配牛奶喝都可以，要不然噎得慌。去拍姐妹们，给你们挂视频左下方了，真的很好吃。